Hello， 咁就欢迎咁多位听众朋友咧，翻嚟廿六号周六版国际大棋局嘅第一节。咁啊，进入节目之前咧，恳请大家按赞、订阅啦、俾 like 啦。咁啊，有能力嘅听众咧，恳请又订阅啊，我同台长嘅 Patreon 同埋 YouTube 嘅会员。咁啊，同埋咧，用利用我哋 QR code 啊，同我哋嘅团队打打气，咁啊，课金支持下啦。咁啊，我哋听众咧，即系上个月啦，今个月嘅嗰、那个课金咧嘅情况咧，就越嚟越少啊。咁啊，其实嗰个情况就好严重。咁基本上我哋又处于一个咧系经营系赤字嘅情况啊。咁啊，所以咧吓谂办法咧，我哋都系啦，大家见到会有多啲嘅节目出嚟咧，咁都恳请大家如果可以嘅就支持一下，因为真系唔讲得少啊。好啦，咁啊亦都支持我哋嘅广告客户啦，譬如讲紧 Fortress Insight 啦、华尔街日报啦，咁呢两个媒体我哋成日会用佢啲报道啊嚟到去作为咧有啲嘅参考资料啦，大家可以去订阅啦。另外亦都可以入 Cosmon 2022，可以咧就获得呢个订阅嘅优惠啊。咁啊亦都咧系唔好错过 SwiftShot VPN 啊。咁啊目前每日大家睇到嘅新聞咧，阿台長嘅評論咧，好多時報料嘅好多國內聽眾，其實大家就清楚啦。VPN 咧就係呢個你暢行無阻嘅一個好重要嘅渠道啦。好啦，咁啊今日翻嚟咧，之前咧首先就輕鬆下咧，咁我哋咧阿台長一路講咧，咁啊我哋咧好得意有個片段咧，就係我哋嘅即係支持者啦，咁啊連埋咧係我啊。即係一位前輩啊，其實佢係教我咧玩呢個中國嘅金銀幣同埋郵票嘅一位嘅老師啦。咁佢屋企啊只貓貓咧，就原來係佢睇波嘅時候咧，就晚晚都係同佢一齊睇，咁啊跳上個電視度咧，喺度周圍望啦。咁啊，而且咧佢又喂有時好得意喎，會耷低個頭啊，跟住個畫面喺度喐啊。咁啊，佢同佢太太咧都即係覺得好過癮啊，只貓貓咁樣。咁好啦，阿老師啊，今日咧。咁你又有啲乜嘢題目想講下咧？咁啊，交支麥俾你啊！嗱，到咗十一月，咁我哋都講過啦，就 Great Reset 啦嚇，咁啊好多嘢都會係見到結果。咁咧就之前咧我做過預測嘅，就係喺二十大之後咧，就關於澳門嗰個賭牌咧，就會有一個喺十二月，即係之或者十二月或者之前咧，會有一個嘅結果。咁結果就應該估中咗啦，應該就係啱啱我哋做節目嘅大概個零鐘頭之前咧就公布咗。咁但係咧有一個嘅預測咧都即係係估唔中嘅。咁呢個就係個雲頂嗰度啦嚇。雖然當其時我哋都係有一個假設性嘅啫，又即係入邊亦都推論到咧，就嗰個雲頂嚇佢應該自由必得啦。如果唔係嘅話，佢哋都冇理由花時間入樣。咁但係當其時，我又做咗一個嘅即係解釋嘅，就係即係會唔會北京嗰邊同吉隆坡方面咧有一啲嘅 deal 啦嚇，即係有一啲嘅默契嚇咁。咁但係好巧合地咧，就喺呢個馬來西亞嘅大選啊結束咗之後兩日到咧，咁呢個賭牌咧就公布咗嚇，咁新當選嘅安華嚇，咁我哋就冇乜時間走去分析個馬來西亞嘅大選啦嚇，事實上我亦都唔熟。咁但係呢個亦都係一個巧合嚟嘅，就係當安華佢正式成為咗嗰個馬來西亞嘅總理之後咧，咁或者應該首相啦嚇，而馬哈迪收咗皮添，仲要咁呢個賭牌即係嘅結果咧，公布出嚟。咁當然兩者就絕對冇因果關係嘅嚇。咁但係咧雲頂咧就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出咗局嚇。咁我只能夠話係一個即係巧合，時間上面嘅巧合啦嚇。咁嗰個第二部分嗰度咧就應該當其時係推論錯咗㗎啦嚇。咁但係第一部分即係嗰個賭牌咧，應該係喺十月或者之前咧有個結果咧。咁呢個你而家應該提，即係我哋而家係個推測係準確啦嚇。咁嗰個另外一個即係重要新聞咧，就係台灣嗰個九合一選舉啦，就今日係開即係係投票嘅。咁就嗰個投票嘅結果咧，我相信要即係都唔係太耐啦嚇，就喺今日應該傍晚到或者即係晚上啦，唔係傍晚啦嚇，深夜到咧就應該公布曬嘅嚇。咁呢一個嘅假選舉咧，其實我就冇乜嘢好評論，因為即係真係熟嗰啲咁。我都認識嘅嚇，咁我都係靠佢哋嗰個提供嘅資料去講嘅啫嚇。咁但係咧就至於話嗰個影響到呢個2024年嗰個嘅
即係總統選舉咧，或者呢個國會選舉咧，咁我覺得就會睇呢兩年嘅嚇。咁但係關於嗰個選舉，我就可以有其他嘢可以即係啲嘅往事可以講。咁至於賭牌方面，好明顯啦，即係一定係司徒文俊比我熟悉得多噶啦。咁但係我可以講即係個概括性嘅即係狀況。就嗰個賭牌仍然係譬如金沙中國呢啲有。咁我相信呢個都顯示到就係中國同美國嗰個關係咧，未必即係唔能夠好似某啲人咁想象就話完全切割咯嚇。因為即使到而家美國對嗰個中國嘅制裁咧係步步進逼嘅嚇。咁但係之前啊，譬如拜登同阿習近平有一啲嘅會面嚇，咁嘅情況係緩和，但係呢個唔代表話嗰個長遠嘅關係咧會恢復嘅嚇，所以我甚至可以講係冇可能添嚇。咁但係喺咁嘅情況之下，中國會計算一啲嘅即係利益嘅問題啦，譬如話嗰個科技嘅輸入嚇，可唔可以有啲嘅仍然用到一啲西方先進嘅科技嚇？另外就是那個資訊的流通或者是一些資金，但是近日就開始有一些話現在是大惡，就是他們覺得就那個聯繫匯率會最終會守不住，而且我看到他兩個人的姓氏就應該是猶太裔的了，很明顯，就是我都是再重複一次，就是這些這樣的就是情況咧，其實即係大家不妨啊睇翻呢個宋鴻兵嘅貨幣戰爭啊，即係雖然係陰謀論，但係咧，你又咁巧咧，仲喺逢親你追擊你嗰啲都係即係華爾街嘅大鱷都係猶太裔，咁點解會咁樣咧？嚇，係又係巧合啊，定係還是係即係有其他原因？這個留翻俾大家去即係自己去判斷啦。咁但係嗰個聯繫匯率嗰度咧，即係點解嚇有一個咁嘅風聲咧？前幾年都有的，但係點解而家近排多了，即係有突然間起碼有兩個嘅對沖基金的頭頭會出嚟。咁我相信亦都係牽涉嗰、那個國際局勢嘅嚇。佢哋應該有收到一啲風聲啦嚇嚇。其實個大嘅 picture 嗰、那個局勢都係美國會預中國會北京要預防一樣嘢，就是當有一日美國要制裁。即係一個好極嚴厲嘅制裁的時候，一定係牽涉到呢、這個港元嚇，或者香港金融制度。咁呢個問題，中國北京不得預早作一啲預防嚇。咁呢啲預防究竟係點樣咧？咁有一樣嘢叫雞春金蜜都即係無端雞制咗出嚟啦嚇，即係紙永遠包不住火噶嘛。所以呢啲風聲係透露出嚟。與此同時，譬如話，我哋琴日有機會提過啦，即係嗰個即係國歌嘅問題嚇。咁而家就燒到呢個 Google 答啦，正如我哋琴日預測啦嚇。咁呢個孫東就走去同呢個 Google 走去商討呢件事咁樣。咁呢個都明顯啦，就其實根本嘅問題就係你香港可唔可以封咗 Google 咧？你封咗嘅係咪我哋全部用曬即係純粹 search engine 咧？用曬百度啊，用曬即係搜狐啊，用曬呢啲可以搞得掂咧？咁但係有啲人冇提到個問題啊嘛。嗰、那個 Google 嘅 server、Google Drive， 仲有呢啲咁嘅即係光纖嘅問題係咪啊？嚇，即係你係咪一時間你全部可以截斷曬？都唔係嘅，所以嗰個問題永遠係千絲萬縷嘅。我哋就從呢個角度去睇，就係嗰個賭牌嘅問題咧，係反映到嗰個即係中國同埋。即係呢啲西方國家之間嘅關係，我哋就用呢個比較大嘅角度去睇。咁至於話嗰個澳門本土嗰個問題，我諗好明顯啦，阿文俊亦都未必需要去評論啦。但係譬如澳門嘅官員，佢哋咪好離地咧，講到話呢個澳門嘅博彩業嚇，即係長期嚟講都係好樂觀嘅，或者而家基本上冇問題，澳門啊，一切都係呢個歌舞昇平。即係呢啲説話咧，你自己講就冇問題嘅，但係聽出嚟喺澳門嘅人聽出嚟咧，就好心痛嘅。咁你落街睇下嚇，你落條街睇下，而家啲人係即係嗰個失業嘅情況係咪啊？貧窮嘅全況，我唔好講話貧富懸殊啦，因為澳門係有錢人。咁但係你即係有錢嘅人又有幾多咧？咁絕大部分都係呢啲嘅即係
只求三餐一宿的一些的老百姓来的嘛。啊，即是你去讲这些话，好在你不是特首黄一成去讲的，如果不是就大家真的彻底失望，啊，一些这官员真的讲这件事。啊，我们去批评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像是跟你作对的样子，是不是？即是以前在个立法会里面都叫有些人可以批评一下你，啊，那些都走了，剩得下来的高天赐议员近排都不出声，都没得讲，因为我相信会知道讲来都没什么意思，是不是？那倒不如就收下声，即是自己吓，保重身体仲好过。啊，所以我们去看的时候呢，我们就纯粹是看那个倒牌的问题算数了。咁呢方面咧，阿文俊，你報一報個資料先嚇，點解我哋先再評論咧？好，係嘅，台長。嗱，咁啊喺我哋錄呢個節目咧，同時咧，咁啊公布咗啦，呢個咧新嘅賭牌咧得獎者啊，咁啊六大賭牌就係舊嘅六大賭牌公司。咁啊呢個咧，我哋都講過好多次啦。嗰個雲頂咧，嚇呢個就咁有實力嘅叫做外援啦。咁啊甚至乎咧，以前一直都在雄心萬丈的，好像澳門他買了地皮，想起是酒店的。另外呢，講緊就是以前呢他有在澳門一些其他博企那裡呢，可能是有他背景的影響之下呢經營過一些賭廳，這個集團呢以前為什麼入不到來，原因因為這個澳門的博彩之神新哥航新呢，相传他后生时候呢就跟这个云顶呢现在现任的主席啊泰哥的爹地，咁就当阵时呢就有个君子协定，咁互不踩对方地盘，咁所以呢以前云顶都冇过到嚟呢，喺第一次即係赌牌开放嘅时候呢可以係入到呢个场度玩啦。咁跟住呢去到呢呢一个呢再次啊而家要竞投新赌牌呢，咁啊，啲條件當然有一啲變咗啦。例如我哋都講過啦，十年呢個期咧，咁喺而家經濟體系之下咧，你回唔到本有可能，因為你要投入咁多嘅硬件啦、啲設施啦、人員啦、燈油火蠟啦，以而家嘅局勢咧，咁再加埋咧嗰個澳門咧嗰個保守嘅態度啊，即係對於online 啊其他嘅支援同佢容忍性咧，可以話係即係好少啦。咁以至我哋講過啦，譬如一啲虛擬貨幣喺澳門嗰個情況，咁其實個情況就係唔容許啊嘛。啊，咁以至即係國內對虛擬貨幣嘅態度，咁你所以咧，你好多譬如話嚇，我當譬如你其他外國啲賭場已經有一啲好多 online 啊網上嘅一啲設施啊場館啊，以至虛擬貨幣可以交易到啊，澳門係行唔到嘅。咁如果乃至係講過啦。譬如你不只是賭台的賭波的情況也是，你想跟國際莊家頓水，你想跟國際莊家做到那個的交流互通，理論上是做不到的。澳門的博彩也好，你賭波也好，都是閂埋門自己在那裡做船，你跟外界呢個接洽和交流呢就即係叫做話嗰個情況係你做唔到即時可以大家平時國際莊家燉水啊睇到嘅情況即時調高調低，做唔到啊，即係閂埋門嘅。咁所以咧咁我哋講過，其實澳門咧唔係個硬件嘅問題啊，兩樣嘢，第一你嗰個出即係啲人出入啦、來回啦，咁好多呢個防疫嘅政策啦。第二，你嗰個講緊係你由上到下，講緊唔係啲平民喎，咁啊梗係啲官員啦嚇，啲叫做話係睇博彩呢個範疇嘅一啲嘅部門啦，以及你嗰個態度咧，一定要與時並進，咁你先可以做得好嘅。咁所以咧去到而家公布咧，OK 啦，咁話俾你知啊，雲頂冇啦。咁之前你見到佢啊攞成個 cargo 啊，哇，真係一個箱喎。台長都裝到的一個咁大的箱入住一堆標書文件，咁你見到啦，中途的一些消息啦，我哋都講過啦，例如你政府係將成個繁榮澳門的責任咧，其實交俾啲博企嘅，即係你叫佢嗱請人一定要啦，唔炒得澳門人啦，咁啊仲緊要咧，除咗係保就業之外咧，咁啊另外個城市嘅發展規劃嚇，咁啊其實其他活動啊。咁以至一啲設施啊，所有嘢咧，你都要負責嘅。咁呢個嘅條件咧，其實喺以往咧，新哥一家獨大嘅時候咧，你梗係開得啱啦，佢開得冇問題啦。
因為得佢一個。咁但係問題你而家失去咗個獨特性啦，咁多人去加入啦，去爭呢一塊餅，但係呢塊餅其實係收縮緊嘅。咁講緊就係黃金十年開始，咁啊利用呢個國內蓬勃嘅經濟，咁啊當時進步緊嘅角色嘅一啲措施，以致好多人係悶聲發大財嘅情況之下咧，咁加上當時嘅最偉大嘅人咧，嚇姓江嗰位咧，咁其實佢嘅宗旨留到落嚟俾阿胡錦濤啊，俾阿嚇我哋温爺爺啊，咁大家基本上都係撈油水嘅啫。咁啊，其他嘢亦都係當時開放好多啦。嚟當陣時，原來阿胡錦濤時代咧，咁你上網咧嚇，如果啊你講句鬧胡錦濤咧，咁我諗咧正常咧嚇，可能喺一啲嘅喺啲論壇啦，當陣時冇嗰啲咩而家咁興嗰啲咩抖音啊、小紅書嗰啲嘢啦，喺啲論壇網頁上咧，最多都俾人可能禁你言啦，咁啊你再鬧多次咪封你 account 咯，咁唔同而家，而家係基本上你。那個嚴格的情況之下，你啲人係唞唔到氣嘅。咁另外嗰陣時冇疫情啦，咁嗰陣時咧喺咁嘅情況之下，造就咗咧東方拉斯維加斯啊，即係講緊澳門咧係喺世界上嘅博彩咧係叫做攞到世界一嘅位置。咁亦都咧嗰陣時咧因應啦好多而家叫做係身陷令五啊，即係困住咗嘅一啲賭廳嘅大哥啦，大家好熟嘅，譬如洗米華啦，咁以至其他嘅六大賭廳集團啦。引進了很多國內，同埋咧講緊將呢個賭廳業務咧係推去其他東南亞地方。咁當然，咁當時又會有好多即係唔合標嘅嘢啦。咁講緊譬如賭台底啦、電話投注啦，咁另外咧仲有好多其他臨審嘢啦嚇。咁嗰啲嘢而家一樣都做唔到噶啦。喺咁嘅氛圍之下，咁乾淨所有嘢咧，我一早斷言，哪怕而家呢個賭牌。你話喂，真係唔使入標書，唔使成啊！就而家你攞張日曆又好，攞張草稿紙又好，你寫食幾隻字，我要賭牌，跟住佢話一批俾你啦。你攞到都撲街啊！你睇到個情況，而家形勢咧個發展咧，你攞到唔係好事嚟嘅。所以其實呢件事咧喺我的角度咧，我知道呢個消息咧，第一件事可能出面就雲頂冇份啊，雲頂有輸啦喂。其實業內人咧可能有一個睇法噶，會唔會係中間有人縮沙啊？会不会是有人闻到味之后见到个形势发展越来越不对路，甚至乎有人主动讲咦可能我地唔想要啊。又或者咁讲，而家咁你嚟计你知啦，你譬如好简单，你要归边啊，即係生意同政治呢，你话喂捞油水啫，出嚟做生意啊，冇关系啊。咁呢句说话呢，即係你細路仔压啦自己就得，咁但係你去到国际层面上嘅生意咧，咁其實咧，係冇可能嘅。其實個情況咧，例如你話，譬如我喺出面做生意，咁你話對呢個中國啊嘅態度啊影響嗰啲咁，你一定要站邊嘅，你唔可以話啊，我係譬如我同全世界，我同美國、新加坡嗰啲嚇做到好好地，跟住我喺呢度有第二套做法，咁啊甚至乎啦，你唔好話賭場啦，銀行到而家我未完全涉及到就係。嗱，我喺新加坡喺邊度有間銀行，跟住咧我國內有一樣嘅銀行喺中國，咁跟住兩間咧出嚟就話完全冇關係嘅，獨立營運嘅，大家後面個 database 啊，喂，直情都唔係同一個 CEO、CFO 管嘅，你個樣做成咁都好，實質話俾你知，你啲所謂嘅母公司、子公司嚇咩公司都好，你話背後咧一定係受影響嘅，除非你話完全。直情放棄呢個牌照，唔用呢個名去攞呢個銀行牌，當一間新銀行。跟住另外背後就一定係客户啊嗰啲嘢冇關聯嘅，而唔係話咧嚇中間叫做話出嚟講就一套好取巧，跟住實質咧後面啲嘢共通曬，咁你都死硬噶啦。咁所以喺呢個同時，第一，如果我係博企，我擺咁多子彈落去呢個戰場，同我第二，我睇到新加坡啊其他。哇！啲中東佬啊，全個世界嗰一個嘅懷抱，咁大家咧一定一計數咧，都會係稱完之後咧有個答案嘅。好啦，咁啊，即係喺呢度啦，咁啊即時去公布啦。咁啊呢樣嘢咧，咁我評論唔到太多，因為我唔喺呢個圈入面，即係我只係一個嚇睇博彩電影，跟住咧嚇講得翻以上嗰個言論嘅啫。好，第二啲官員嘅離地咧，其實在於佢唔係話俾你知博彩業咧。即將好蓬勃啊！點樣會影響？係咁都仲好。
佢係離地到話俾你知，其實成個澳門都好啊，成個澳門都冇事啊，好正常啊。嗱，咁一直以嚟，咁我哋都提及過啦，或者台長唔喺度，我哋其他客席嘅主持啊、嘉賓啊都講過噶。咁啊，水貨問題啦，掘路問題啦，咁澳門嚇、啊、叫做新時代下嘅產業，咁原來就係掘路、走水貨，跟住另外仲有啲乜嘢啊？咁啊，梗係送外賣啦。咁你又係咪博彩啊？係咪以前咁樣啊？其實嗰啲唔係啊。咁手信業嗰啲啊嘅叫做話個情況啦、個劣勢啦，我哋都講咗好耐啦。呢一年基本上講澳門嘅嘢有冇嘢係好嘅咧？其實冇乜嘅。咁但係咧，呢啲官員就係響應到特首講嘅澳門元宇宙嘅思維啦。因為佢哋評論佢哋講嘅澳門咧，係身處另一個平行時空嘅。而我哋呢個維度呢個時空呢嘅澳門係好差嘅。咁以至你話呢個情況係咪佢喺議會內就身處咗第二個空間。咁我係平民百姓，或者我係一啲受苦難嘅群眾，咁係身處第二個空間呢，咁我懷疑係嘅。咁你話如果唔係嘅，就唔會我哋有收一啲求助案啦，甚至乎有啲譬如聽眾話要一啲物資呀，啊搵唔到嘢做，要我哋轉介呀、啊。咁呢啲嘢呢，我哋唔係福利機構嚟，我哋唔係啊，我哋只係一個吓、啊、規模極細冇資源，亦都吓、啊、叫做話咁啱，可能咁啱有一啲澳門人會係所謂你嘅聽眾啦，或者下報紙睇下你文章啦，咁所以向你求救㗎囉。咁我哋梗係唔可以代表任何準則啦，咁只可以話假設全個澳門吓 99.9999% 嘅人都係幸福快樂嘅，經濟向好嘅，得個 0.001%percent 嘅人係有事，咁啱嗰一 percent 嘅人接觸到我哋咯，咁我只可以係咁樣解釋嘅。所以你話咧，其實成件事咧，咁司徒文俊即係當然唔適合住喺澳門啦，因為佢身處嗰個平行時空係差嘅，嗰、那個平行時空係慘無人道啊！嗰個平行時空咧就係嗰啲嚇，你見到小朋友書包打開，喂袋幾支奔赴茅台過關走水，嗰個小朋友係小學生嚟，即係佢過緊呢個時空係咁凄慘嘅。咁但係你話議會嘅成員，入面嗰啲嘅高官啊，政府入面嘅一啲啊重要人士，佢哋嗰个平行时空梗系好啦。喂，晏昼喺个咁装潢咁靓嘅地方，着住西装讲两句，跟住转头啊走过去啊食靓嘢饮靓酒，即系你唔明噶啦呢个情况咧。喺澳门咧，嗰个我相信个贫富差距同埋嗰个演变系越嚟越分裂嘅。所以你又喺每一日，甚至乎啲听众就话，啊，點解阿文俊啊，世界盃又講啦，大陸情況又講啦，啊，風花樹乜都講，甚至乎啊啲態度好吊兒郎當咁樣，硬係唔多講澳門嘢。因為咧，其實有呢個情況咧，如果你自己知道嗰樣嘢，你講完係你只會令自己更加唔開心，更加個壓力越嚟越大嘅時候，咁你好多時候會用一個逃避嘅政策、鴕鳥政策，眼不見為乾淨。咁其實我咧就是、去到呢個咧眼不見為乾淨嘅地步噶啦。所以譬如有時有啲聽眾啦、有啲嘉賓啦，我寧願俾佢哋上嚟講，佢哋上嚟去發泄。你問我咧，其實澳門我覺得啦，有空氣啦，啊有公仔面啦，有呢啲夠維生嘅系統咧已經足夠噶啦，對我嚟講。咁第二就係、是、澳門而家個情況，你话好定唔好呢？我已经唔识用好同坏形容咯，台长，即系呢几年嘅事系令到我系完全系四个字心灰意冷。咁啊，另外有好多听众啦，因为呢两日讲世界杯好热烈回应，有啲听众话啊，点解你复唔到我哋啊？点样？以至今朝有好多听众原来留言俾我啊，咁我只可以讲一句，因为咧我本嚟食紧中药，但系唔掂，身体真系差，我系焗住再食翻嗰啲我好怕嘅西药。咁食完西藥嘅後果呢，其實係好攰呀，個人又要瞓覺啦，要休息啦，同埋即係好似而家咁，我唔係啊食咗啲開聲嘅藥呢，連節目都做唔到呀。咁啊，聽眾們就原諒下啦，交返支麥俾老師。好啊，嗱，咁啊，頭先啊文俊都分析好清楚啦，即係雲呢個雲頂嗰度呢，就係咪下面有啲嘅內情呢，我哋唔知道。咁但係呢，我諗若干年之後呢都會講出嚟嘅。不過呢，我就自己覺得唔睇，即係雲頂投唔到呢個賭牌呢，對佢嚟講當然係即係好事啦，但係對於嗰個博彩業嚟講呢，就我唔覺得係一件
即係值得慶祝嘅事啦嚇。個原因好簡單，因為雲頂係照計係會俾到一啲新嘅概念咧入去注入到係呢個而家澳門嗰、那個賭場入邊嘅。咁至於話即係嗰個復甦嘅情況，咁我諗我如果有聽開呢個節目嘅朋友都知道啦。咁你嘅憑咩復甦啊？你就算而家你嗰個博企，你博彩嘅企業，你投資落去，就算佢哋唔計成本啊，咁你要問一問嗰啲客源喺邊度嚟咧？咁呢個要連結第二節啦，第二節我哋都係要講翻嗰個而家中國嗰個大陸嘅情況啊嘛。你一日嗰、那個呢、這個這個情況，你唔回復翻正常，你點可能有一啲嘅大豪客即係嚟到澳門大殺金錢咧？係咪啊？相關嘅行業，譬如話呢啲嘅名店嚇。其實食肆高檔次嘅食肆嚇，呢啲點生存咧？即係你揾唔到嗰個嘅所謂龍頭企業或者嗰個 engine 啊，即係嗰度發動機咧，你其實係搞唔掂噶嘛。咁而家咧就即係我諗嗰六大其實咧都係捱義氣啦，因為後邊亦都有好多千絲萬縷嘅關係喺度。咁但係咧，其中一樣嘢咧，我哋都需要去講講嘅，就係何家嗰個情況啦。咁何家要攞到呢個賭牌，即係要投呢個賭牌咧，就絕對冇疑問㗎啦。啊，即係在公在私係咪啊？咁唔通你又拍下攞有走咩？係咪啊？但係問題就係跟住落嚟點玩咧？呢下嘢就真係考到人喎。即係我諗阿新哥翻生咧，都有少少難度喎。咁啊，阿文章啊，即係你點睇而家何家嗰個狀況咧？哦，如果阿新哥啊，佢老人家翻嚟咧，我谂第一只海鲜坊唔会咁样下场啦。嗯，珍宝海鲜坊啊，系啊。咁珍宝海鲜坊嘅下场，四分五裂，沉身一个大海之中，吓、啊、用咁嘅情况嚟到黯然，佢叫做落幕啊，消失喺呢个历史嘅舞台之上。咁咪就係代表咗成個情況，其實大家可以睇一睇嘅啦。即係去到而家咁，其實兩條路一，只可以向外發展啦。咁啊，即係講，譬如加入，即係同呢個世界接軌同唔接軌嘅啫。其實好簡單嘅啫。你擁抱世界嘅話，咁你梗係要嚇憑藉住你多年嘅人物啦、手上嘅資源啦，同埋呢個招牌仲有喺度，咁你可以向其他世界地方發展，爭一日之長短。咁好似你话喂，出到去其实去到譬如你发展远东嘅事业，咬手瓜够唔够永利，够唔够？譬如讲紧嗰啲已经系讲紧已经签晒合约喺中东嘅地方啊，杜拜啊，有一啲合作计划，够唔够云顶喺出面咁样嚼咧？未必嘅，你系呢条塘嘅鲨鱼啫，你出到去。仲有鯊鰭啊嘛，仲有其他藍鰭啊，比你大嘅海洋生物噶嘛，你可以稱霸到呢個嘅海仔呢、這個海域，因為佢本身冇曬其他魚，同埋佢本身咧冇其他嘅競爭對手啊。又或者咁講，你呢個海啲海水又好，以至所有嘢係有情況嘅，人哋不屑遊入嚟，佢喺出面公海更加寬敞。更加可以盡情咁樣嚇，中意跳起就跳起，中意打轉就打轉。但係呢個太窄，佢覺得做唔到。咁代唔代表你遊出呢個塘出去，你去翻公海度救人嚼先？嗱呢樣嘢咧係唔同嘅，因為成個情況，我相信阿新哥喺度嘅時候咧，出公海打咧佢就唔同啦。而而家如果新哥嚇在天堂咧，咁成件事出去公海打咧。出面俾面就一回事，因为由头到尾，你唔好话澳门啊，乃至亚洲入面，我相信阿新哥个朵咧都系金漆招牌，即系直接咁讲，咁佢系承继咗呢个旧世代以至新世代，佢本身就已经系一个行内嚟计啦吓，江湖地位啦，咁啊以至业内尊崇地位啦，出嚟嘅人面人物啦，佢本身嘅网络啦。因为佢嘅强劲之处，新哥强劲之处咧，后人永远系承继唔到嘅。咁啊，新哥可以吹鸡啊嘛。佢吹鸡嘅情况就系佢即系好简单，我哋讲个比喻咯。当阵时吓呢、這个周润发，
喂，咁其實佢幫緊第二間博企做緊呢、這個，梁朝偉啊幫緊呢間博企啊，跟住周潤發咧都想過嚟，咁有間博企就揾佢，阿發哥啊，咁其實發哥經理人就係阿發嫂啊嘛，佢老婆啊嘛，就講過啦。咁啊，哎發哥啊，想你過嚟幫下手啊，點樣點樣？咁你同佢傾好耐，都未傾得埋，同埋個價錢好黐線啊！咁啊，新哥佢打個電話俾周潤發，哎，發仔，過嚟幫幫我細佬，幫幫我細佬好唔好啊？咁樣啊，即係幫幫我細佬啦，咁樣細路啊，即係佢個仔啊，咁樣。咁人哋一個電話就，哦，係嘅，係嘅，新哥啊，得噶啦，你老人家叫到冇問題，你睇下點樣計封利是俾我得噶啦，冇問題啊嘛。佢一個電話搞掂嘅事，可能你其他人要搞成半年。三个月半年都仲未傾埋啦，仲要佢最尾话原来佢话我收你封利是得啦，咁呢句说话其实就好紧要噶嘛，佢话俾你知就系我哋唔使傾个合约咧，究竟系我要点分红啊，点样咩细节嗰啲啊，我信晒你啊，我尊敬你，你话几多几多啦，即系好似个情况咁样，譬如嗱好简单，哦，譬如我当啊你去火之神食嘢，咁大家睇餐牌啦，咁原来啊我台长啊文俊嗰啲去到咁倒翻转头，朗哥讲。10元煮牛扒俾我食啊！都唔会同你计钱喎、啊。好啊，你食乜都得啦，冇所谓。九大鬼煮俾你啊！台长讲一句，文俊讲一句，你话10元咪10元咯，最紧要开心啫，哈哈哈！嗱，呢个就系个分别啦。喂，你唔同啊嘛，你唔同啊，你其他出面人去倾啊嘛。咁呢一个嘅做到呢样嘢嘅人咧，我相信新哥得，但系其他嘅家族成员，我谂未必得。个情况真系噶，十二字你话可唔可以好简单好似佢咁样，直接一个电话打唔系同你经理人倾，会打俾周润发讲。我谂未必得啊呢样嘢。你话喂你可能你都好有钱，系真系好有钱，好把炮。譬如啲仔仔女女咁样，每个当然系大富大贵啦，每个都系赌王赌后啦，新赌王赌后啦。但你有冇嗰、那个，即系我哋俗称以前中国人讲啊，两个字天牌啊，天空个天啊。牌头个牌啊，你天牌嗰个叫助力先，天牌即系老豆啊。咁我唔知呢个属唔属于啲黑社会术语啦。咁但系咧，其实老一辈咧，坊间咧，就算卖餸嘅都系咁讲啊。你天牌嘅威力咧得唔得？咁啊，第二牌咩嚟咧？就系、是、你妈咪啊，当然。咁啊，讲紧喂，呢啲系咪牌狗术语嚟噶？呢啲我唔知喎、啊，即系你要到时问下我契爷先到。咁跟住咧，你话老实讲，成件事。即係以致你而家去到、啊、你喺世界上其實都係噶。想當年同阿新哥咬手瓜傾偈嘅係咩啊？永利嘅主席啦，咪就係叫永利嗰個人咯嚇，唔係鄭志文喎，唔係海洋公園光頭佬喎，佢係主席，但係佢唔係佢啊嘛。當然原先嗰陣叫永利嗰個人噶嘛啊，咁跟住另外嗰陣時同新哥傾偈嘅嗰啲級數 ，A 路神咯，都喺天堂噶啦嚇，咪、啊、猶太呢、這個嚇、啊、金沙嘅賭王咯，呢啲其實唔係賭王，呢叫枭雄。呢啲枭雄每一个都话好把炮嘅，后面政治黑社会所有嘢佢全部接收晒嘅，佢过嚟佢都要同你倾噶嘛，乃至头先讲到啦，嗱大家云顶唔好插你、哦，啊我又唔搞你，你唔搞我，大家保持一个开心嘅态度就算咯、哦，咁你以往啊，就算云顶而家嘅主席个老豆啊，佢唔系一方枭雄咩？云顶咁绝对系啊，喂咁佢同新哥倾偈。咁都话尊敬呢个老朋友噶嘛？我讲过系啊系啦咁样，所以你见云顶都系噶。喂，老一辈啲人好守呢啲观念噶。我去到老豆都叫做话百年归老啊，上咗天堂。我新哥你都上咗天堂啦，我咪先喐手咯。呢啲喂老实讲唔关钱事啊，呢啲系江湖规矩嚟噶。咁但系问题去到而家嘅人承唔承继到呢一个嘅衣钵，承唔承继到呢一个出嚟可以、啊、叫做话。咁嘅实力呢，你大家睇返个二代，例如你话阿吕志和个仔吕耀东定唔成继到呢，咁理论上佢应该系冇问题嘅，因为成个原因就系、是、其实呢阿和哥呢当时阿银河集团呢佢系主席，但佢唔系其实唔系咁参与其中㗎，就成件事佢系建筑大亨，佢系起楼大亨，地皮大亨，佢系大亨，但佢唔系赌业大亨㗎嘛，你成件事根本低温开始就系、是。阿吕生即系佢仔仔担大旗嘅，所有困难其实佢挨过晒嘅，所以你严格上你话佢系二代咩？
其实赌业上我觉得不是。嗱，即系呢个业内人同你讲啦，我觉得喺赌业上唔系由头到尾都系吕耀东自己喺度努力。话你话有冇搞错啊？出嚟个个都话罗主席吕志和吕志和，你将和哥摆喺边度啊？喂，大佬啊，个唔同噶个情况，新哥系佢真系 own 呢样嘢，系佢自己喺呢个世界呢、這个博彩业嘅世界入面成为呢个赌王啊嘛，而唔同你啊，和哥阿和叔当然都系啊。德高望重，咁但系佢唔系真系呢个界别嘅，只不过嗰阵时开放赌牌，我要投牌，我要点我要点，或者吓、啊，大家睇到无记电视啊，东方星嗰，即系好似百香指挥官个，成日都会有节目噶，国家级任务啊嘛，呢个系国家级任务嚟噶嘛，唔系佢本身嗰一个嘅自己啊嘅人生历练同埋经历啊嘛，你唔同、啊、以前。击败旧有势力，在傅老荣高可凌家族度承继呢一个老牌的赌权，经历过新花园的事件，乃至开创呢个旧葡京为首的盛世，以至迎接呢个千禧年的到临，开创新一代的呢个赌业，跟住成为当中的参与者之一。赌牌一开落，我都仲加埋仔仔女女掹住你一半。呢啲成个嘅历程系以数十年计，甚至乎呢、这个就培育到赌王啦。赌王唔系话因为而家机缘际遇，我接呢盘生意吓，咁啊，所以我就系赌王。唔系噶，就算你同我讲 Elon Musk， 听日同你讲收购咗啊金沙集团啦，我当啊，我当 Elon Musk 话火星还火星，地球还地球，我要做赌大亨，好似 Twitter 咁啊，听日买成个金沙。咁 Elon Musk 系咪赌王啊？你话？梗系唔系啦，佢算系啲乜咧？佢除咗系火星人之外，佢仲算啲乜啫？系咪？佢唔系噶。嗱，个情况就咁简单啦。咁你问我阿新哥咪赌王，梗系赌王啦。佢身处嗰个时代，佢身经嘅每一场嘅历练，俾保镖攞枪挟持住佢，同佢攞钱，所有嘢以前自己啊作为代表，后生嘅时候系同呢个啊当阵时傅老荣嘅公司去买啲物资入嚟澳门啊。吓、啊，跟住点样去参与所有嘅嘢，先至历练到红身出嚟噶嘛？红身唔系佢因为做第二番，我而家富贵啦，跟住咧朝中有人啦，所以咧就将呢个澳门嘅赌牌判俾我，唔系咁噶，成坛嘢打翻嚟噶，用黑社会术语讲，呢条街我打翻嚟噶，所以系我噶，唔系阿公话我话俾我知，嗱、啊、你今日做红棍啊，你就红棍啊，所以咧你睇到条街唔系咁样噶嘛，嗰、那个陀地意思。个徒弟即系我本身就系呢个环头嘅徒弟，而唔系我因为而家我得到嘅成就而所以获得呢两条街酒吧嘅管理权，即系用黑社会术语嚟计系唔同嘅。所以咧，点解当阵时，例如阿新哥，你除咗同呢啲达官贵人关系，佢同一啲你所谓嘅枭雄啊，真系啊道上江湖上嘅人，讲紧啊澳门乃至亚洲都出名噶啦吓 ，Booking T 啊嘛。奔拿区又好啦，啊区哥啦，区叔啦，乜都好啦，乃至你话佢再上一代嘅一啲嘅长辈啊，区哥再前期少少，或者同一时间嘅嗰啲吓个道好简单嘅，叫马交乜啦吓，马交乜啦咁样，啊仅有几个咁样，嗰啲嘅马交叔啦，喂佢全部都系有一个，即系讲紧系有个当中深厚嘅一个关系，系咪话关系好咧？未必，但系佢系好深厚嘅。正如我啊，你话阿 Pansy 何超琼，佢有冇呢啲嘅实力咧？佢我谂佢成全到呢个遗产系最多嘅，因为好简单，你讲到呢啲，好似你话喂细个啊，已经吓、啊、可能见住当阵时嘅一啲达官贵人啦、啊，乃至喂江湖险恶啊，乃至你好似我喂成日听到啲名街市伟嗰啲咁啊，诶佢细个就已经识啦。咁你话 Pansy， 我谂佢十几岁嘅时候已经识晒啲 uncle 噶啦。咁但系问题。你识呢 uncle， 佢睇住你大，你又睇住佢老，同嗰啲 uncle 同你老豆本身系王子兄弟两回事嚟噶嘛？就系即系呢个咧，当你年纪大咗咧，嗱，如果而家嗱，我 prefer 咁嘅，我哋听众层咧，因为都比较个 range， 我发觉而家真系大嘅，因为原来有个七岁小朋友又写封信俾台长啦，第二个嚟嘅，咁我已经尽量唔讲粗口噶啦。咁但系我唔会 prefer 啲三岁、七岁啊、九岁小朋友听得明啊。但系你同我讲，如果廿零岁、三十岁嘅听众咧，都未必听得明。
當你有翻四十歲開始，其實你就會明嗰個係乜嘢。咁啊，交翻支麥俾老師先。啱嘅，有啲嘢你唔經歷過，你點會即係明白咧嚇？不過頭先你講嗰、那個即係阿周潤發嗰度咧，我初頭聽我以為你，我以為你作出嚟，唔係，我真係諗啦，係真事嚟嘅。咁咧，我當然我唔識阿周潤發啦嚇，即係路過嚇、啊，見到就試過，不過亦都好早年㗎啦。但係咧就有一件事都係嘅，就即係又唔怕講啦。當年有一個啊，即係網台咁樣嚇。啊即係同阿周潤阿發哥都叫熟嘅，阿發哥，可唔可以上嚟做個訪問啊？阿發哥，佢唔會拒絕你。你同我太太傾啊，佢處理啲嘢嘅，咁一句就殺咗你啦。咁呢個就頭先同你講嘅，依家新歌醒喎，唔係揾阿發嫂喎，揾阿發哥喎，直情連呢個都 bypass 埋喎，真係。即系阿台长啊，系有料到啊！你会唔会阿新哥直情冇阿发嫂电话咧？唔奇噶，可能嗱，认真嗰句，你谂清楚先。假如你攞到阿新哥嗰部 iPhone， 可能你打开发觉，咦，啲名字又上咗嚟，可能系就系、是、可能郑裕彤啦，跟住可能喂阿霍英东啦，咁可能有一段时间打一波大家啦，跟住之后都开通翻噶啦，咁跟住另外数落去啊。不如原來啊，咁你排到好後，有啲咩人咧？可能曾蔭權都排到好後噶咯。個你梗係啦，係嘛？咁你呢啲喂呢啲二打六嚟啫嘛，即係就唔係呢啲真係二打六嚟嗰啲，係嘛？嗱，即係好簡單，你揾台長咧，外面嘅人你要揾咩？揾工作人員噶嘛，最簡單你揾下台長。嗱，你唔好講到咁樣。唔係，你聽我講埋先，你要打俾民進，同民進講，我有嘢揾台長傾，係咁，你同你老師講聲啦。咁但係老實講，如果阿毛老師揾台長咧，佢使唔使叫條靚咧？唔使啊，佢咪一個電話打嚟。跟住喂，佢叫台長都係可能阿祥咁嘅咋？喂，你話其他出面街嘅人，唔係呢個要更正你呢、這個阿毛紅大師都叫我台長嘅。哦，咁都好嘅，咁啊證明佢都尊敬你老人家。我嗱呢、這個真係更正頭先嚟講，我個人好平易近人嘅，係即係我又唔係搞埋啲咁嘅嘢，事實上亦都唔。即係冇咁嘅 quality 啦嚇，我只不過普通人嚟嘅。不過講翻啊，即係頭先嗰啲嘅台長啊，係嗱，我講多一次，我知嘅節目講過噶啦。啊，我講一次。啊，我坐喺阿毛老師隔離，佢當住我，佢話：文俊，我打個電話，你飲杯橙汁先。哦，好啊，好啊，好啊。佢打個電話，跟住打，我見佢 send 個信息 ，send 俾邊個咧 ？send 俾李嘉誠。跟住喂，轉頭佢打個電話。打俾咩啊？喂，打俾霍公子哦，即系霍英东嘅仔仔哦。哇，佢就咁打个电话出嚟啊嘛。咁对家系会听噶嘛？呢、這个咪个分别咯。倒翻转，你问我，你唔好话搵阿李嘉诚呢，哇，天王级数啦。喂，我当我搵阿李嘉诚下面嗰啲高层啊，你都冇可能真系一个电话打到去啊，系咪？可能我都仲要呼我有啲香港嘅 uncle。我想问阿边个乜山啊乜哥啊，你帮我打个电话讲声先。咁我都要咁做啊嘛。呢、這个咪就系大家，如果你过四十岁，你就明白嗰一个我所讲承继唔到嘅遗产，呢啲唔系钱啊，呢啲咧俗称咧四个字江湖地位。可唔可以咁讲啊，台长？除咗江湖地位之外，仲有一样嘢嘅，呢样嘢就好多人都唔明白嘅，呢样叫相识始于微时，即系唔系话大家系即系喺嗰个。社會上面已經建立了個名聲啦，嚇！即係我自己個人是有呢種感覺嘅，就唔係話啊，大哥個大家咁高咁大咁，大家又其實呢啲都係好表面嘅。但係如果譬如話你講緊即係四大地產商，喂，大家早期做啲咩嘢嘅？嗰陣早期已經識嘅咯噃，即係大家係咪啊？大家一齊打個天下上到嚟，先至有呢種。唔好講話感情，呢啲都唔係感情嚟噶，即係做得喺呢個商界打滾就冇呢啲感情嘅。但係大家係會互相俾面嘅嚇。咁呢啲面子咧就唔係用錢買翻嚟嘅嚇。咁我哋即係出嚟做即係做事，我哋都記得呢樣嘢啦。就係、是、第一樣嘢，你唔好似話啊，你有咗錢之後你就不學一世係咪啊？其實好多嘢都過眼雲煙嚟嘅啫。例如馬雲嚇幾 Q 啊嗰陣時係咪啊？李嘉誠的時代都已經過去了。咁問題係今日個呢個時代，今日係邊個過去了呢？咁人哋仲睇唔睇你呢？睇唔睇你台戲啦？呢個係問題啊嘛。但係如果你話
即係大家係相識處於微時，一路係即係會經歷啲風風雨雨，咁到後到最後咪大家都係互相尊重咯嚇。呢尊重不一定體現喺錢上面嘅，係體現於平時啲交際啦。即係舉個例，你打個電話過嚟，我會唔會覆你先係嘛？這個是一個即係顯現到呢啲嘢。不過一個電話覆唔覆，其實呢啲好小事嚟嘅，呢啲唔係一啲得咩大件事嚟嘅嚇。咁啊，好啦，嗱呢個今日呢個題目咧，就即係表面上就嚇即係大局已成啦。咁但係其實就唔係咁簡單嘅。但係即係你除咗頭先我哋講嗰啲即係何家嗰啲係咪啊？譬如仲有其餘嗰啲嘅即係六個啊五個。咁就边个值得系我哋注意噶，文俊？嗱，咁啊咁嘅情况咧，就引用我老师咧，阿孟雄老师有一句名句，我呢家弟啦，即系你问我咧，而家啲疫情嘅情况啦，开关情况啦，流通情况啦，跟住另外第二吓，左手啊就系人流啦，咁右手系咩啊？个赌厅啊，真正杀数嗰啲啊，个杀数嘅情况，而家你莫讲话嗰啲吓，我哋即系以前话斋做台底啊，做嗰啲抽成啊，做嗰啲非法嘢啊，电话投注，你莫讲呢堆嘢啊，甚至乎你冇晒都好，究竟赌厅个情况，例如你见到而家有一个博企重新开翻个赌厅，佢自己开嘅，佢话俾你知，其实佢可以做翻晒赌厅嘅嘢，但系问题佢怕乌蝇咧，佢根本就系、是。因为你个情况而家你唔止赌厅啊，高压投注区讲紧呢个 high limit， 我哋啊赌场科普讲过啦，各位听众可以重新听翻啦。咁呢个 high limit 啊，入面构成啊，客人嘅构成，其实喺呢个时代之下，构唔构成赌咧？嗱，呢个系一个好大嘅问题。过往嗰一种即系好简单，赌场嘅嘢，阿台长好有钱嘅，跟住阿文俊带佢过嚟啊，呢个我老师嚟嘅，好有钱嘅，啱唔啱？咁成件事阿文俊凑住台长，哦，你去玩啊，我陪你玩啦、啊。你去，你落夜总会揽女啊，得，我陪你揽女，甚至乎安排女女俾你。你去，你由你坐车可以坐喺你隔篱。咁文俊呢啲咁啊，哇，啲咁滑头啊，吓咁细腻啊，啲咁嘅，唉，等于系咪台长只狗咧？系啊，其实啱噶。咁但系呢个人其实出到佢都系老细嚟噶嘛，个用途就系因为佢可以拉到好多台长呢啲人啊嘛。咁你呢堆人咁而家吓，可能佢喺国内咩情况咧？佢 run 唔到啊嘛。咁另外第二，可能有啲 run 咗嘅，其实佢而家就 run 咗过去其他出面地方啊嘛。咁根本就系好简单，呢堆人咧，唉，其实俾两个字得啦，呢堆搭马，佢都唔用你呢个平台呢、這个地方作为一个交收同埋一个咧招待嘅主要啊嘅营运地方。你又何来接触到台长呢堆人呢？你话好简单嘅，梗系得啦，我自己 sales marketing， 哎，我哋 business development， 哎，我哋呢个 special project， 哎，即系老实讲，你唔系捞到嘅咧，你就睇出嚟三个部门，其实咪一嚿样，坦白讲，都系揾下啫嘛。你有客过嚟赌，你咪劲咯。你冇客过嚟赌，我话知你啲女啊，你啲公关几靓啊，我话知你自己几靓仔，成个吴亦凡咁，实际上你都系遇咗濑嘢啦，即系咩啊，濑屎忽啊，嗯，做赌向来都唔系讲呢啲噶啦，你同我讲你哈佛毕业，双硕士学位，屌，屌你老味，做赌啊嚟向去三饭嘅啫，我同你讲，出面呢个世界咧，廿一点息保吓，咁、仲有咩啊，扑卡咯，咁澳门系咩啊？百家乐、百家乐同埋百家乐啊嘛！你同我讲，你大学读乜柒都好啊，好犀利噶！你咩读咩 marketing 啊、工商管理乜柒柒，其实嚟翻嚟都系管百家乐。咁你问我，其实做赌系咪需要好高学历嘅？我向来认为唔系。你读得咁多书啊，花咁多时间读书嘅咧，你系学者，你又唔适合捞赌嘅。最好咧就是、街边嗰啲咧敢做敢搏、够胆斩人嘅古惑仔，顺便加个大学位，咁佢就完美啦。因为佢叫起码识少少嘢，出到嚟唔会话完全乜嘢都唔识，但系佢系因为佢有一个思维，有一啲勇气，做到就系一个咁嘅行业嚟噶吓。咁绝对你去讲你话好似而家咁样啊，我去你见到啊，全个世界赌波乜都好咧，喂嗰啲老细咧唔系你谂到咁样咧，喂系咪个个都系啊揸住啊三个 degree 啊，跟住四个 master 咧？唉，好簡單啫，阿 Adelson 啦，金沙喺天堂嗰位金沙賭王啊，佢有冇搞啲嘢啊？阿史提芬永利啊，即係永利原先嗰個永利啊，
有冇呢啲嘢啊？新哥啊，好犀利啊！新哥系咩博士啊？航天科技博士。点解啊？佢有个航星太空基金啊嘛。你问我航星太空基金系、哎、做咩啊？搵外星人咯，戆居。咁你话咁唔啊？唔系喎，阿新哥唔系火箭专家咩？屌，好玩啊！唔系噶，你使乜所谓专家咧？我俾钱做火箭已经得啦，屌！系啊，同埋最紧要佢自己有兴趣去搵外星人，呢、啊、个紧要噶喎，系啊。喂，咁其实话俾你知，就算新哥都系啦。其实老实讲，佢当年系因为佢读大学嘅时候就面对呢个日军啊。当阵时二次世界大战啊嘛，所以造就咗新哥呢个赌王啊嘛。呢啲历练咧唔系靠学历翻嚟嘅。如果你真系读书好叻，你应该喺大学教书，你应该成为台长咁，系一个教书知识分子，就唔系捞赌嘅。即系呢个咧就我睇法嚟嘅。所以你有冇先头先你讲到马云嗰单嘢，其实老实讲啊，恭喜晒啦，马生。你留喺大陆，你冚啦！喂，我话知你，你佢出咗嚟啦，佢出咗嚟啦。我话知你拍咗两套啊，一套打赢啊梁朝伟，一套打赢啊吴京都好，你都系冚得噶啦。咁而家老实讲出咗嚟，咁留翻吓，我当留翻九成资产送俾我哋尊敬伟大嘅人，拎住嗰一成，救你风流快活啦。咁其实老实讲，你仲想要啲乜啫？系咪先？其实够噶啦。你正如你问我，例如果你喺澳门而家，即系我用呢个心态谂啊。喂，大陸嚇、啊、賣翻個寫字樓出去，哎，原先成球嘢嘅，賣幾十萬咁啊，起碼帳面都寫一半，有冇問題啊？其實賣咗先好啊嘛，賣到我係有賣到先好啊嘛，係咪啊？喂，你問我而家有得一萬喺手，有多一萬喺手啊？起碼我一萬蚊又夠，啊、哎、又夠個台嚇、啊，俾下租，俾下開支啦，係咪啊？喂，而家個情況唔同咗啊，但係所以你問我啦，究竟賭牌呢、這個十年嘅賭牌係咪真係攞到就係好咧？嗱，我真係答你四個字，我呢家底，尤其是咧，唔係嗱，阿文俊，我覺得咁講嘅，你話佢哋唔知頭先我哋講嘢，個個都知㗎啦。但係人在江湖，點解你估話你話唔愛就唔愛咁嘅啫？即係你講嘢真係咁簡單咁嘅啫，梗係唔係啦？喂，你唔愛名都冇啊，大佬，因為喂我哋改咗佢，整個嗰個咧即係例如乜乜娛樂場改做乜乜供銷社，應該有一諗啊。應該就係嘅，其實即係新時代就全部啲名都要改過曬佢噶啦，即係金沙喎，你記得幾俗套啊，真係係咪？喂，住碼都改埋啦，咁你咪買翻啲三五蚊咯，好嘛？五蚊三蚊咁。唔係，咁又唔係咁講法，你傷個人頭落去就 OK 噶啦。係啊，你嗱好簡單啊，你話呢個台叫思維混沌頻道，你知唔知我講咩啊？我傷個人頭落去，知唔知我講咩啊？咪即係簡單啲講，咪借殼咯。嗱，好似我哋呢個頻道，原來入面做節目嘅全部原來唔係台長啊，文俊唔係，係原來其他人嘅。咁個名係咁啫。咁咪即係話俾你知，燒埋咗將呢個殼賣咗俾新人咯。係啊，係啊。咁啊，喂嗱，第二你講嘅嗰樣嘢咧，邊個會掂咧？呢嗱，我有個好悲哀睇法嘅。咁唔啱咧就唔啱啦嚇。咁就唔好話到時又咒啊，又話我燈神又成，我做唔到燈神啦。我只可以講啦，而家咁嘅氛圍、咁嘅環境之下、咁嘅氣氛啊，唉咩都好啦，大陸術語又好，澳門術語都好啦。其實咪真係屙呢家底咯。你話嚟緊我預示到乜嘢咧？我諗而家個格局開始定噶啦，所以今日咧應該賭場咧啲 HR 會好。好忙嘅，谂紧点样再进一步缩人手啦，减工时啦，同埋咧，我哋行内一个术语啊，系鸡咗佢啊！咩叫鸡咗佢咧？就系、是、我想炒嗰条友啊，咁点啊？诶，嗰条友笃眼笃鼻黑鸠我震，我咪睇住老大边个，即系我炒捻咗佢，咁会用咁多术语咧？唔会嘅，其实赌场一个术语，系鸡咗佢咧个捻样。咁跟住咧，听日佢就唔使翻工噶啦。另外第二，咁而家即系赌场有好多呢啲所谓嘅场面嘅术语嘅，其实好多时候我都冇讲嘅，例如爆擦咩，譬如靓仔咯，系咪？我哋系嘛？咁你呢啲术语，即系好似我哋成日讲以前啲人老一辈，阿台长吓，着翻件皮丝，好好睇地行出嚟，点解系皮丝？皮做西装嘅主要系咯，皮丝西装啊！咁你后生啲嘅，你问我唔识噶啦，你问我哋啲听众三岁、六岁、九岁嗰啲，如果佢第日真系识咧，呢个奇迹嚟嘅。其实咁，所以嗱，去到而家咁嚟紧下一波咧，我好惊嘅，就系而家翻工不足嗰一班嘅人咧，或者俗称系你年资好耐，你做咗十年八年，公司第一佢一定全部会同你改新约。
就話俾你重新計過你年資啊、舊友嗰啲點點嚟緊啲福利啊、所有嘢嗰啲咧，我相信一定會差好多。第二，究竟個賭場而家咁嘅環境係咪仲要維持住咁嘅人手咧？嗱，呢樣嘢唔止係賭場啊，你其他部門咧，就算你人事部你炒人之後，炒完人咧，要咁大個人事部做咩？你嗰啲其他嘅保安部啊、行政部啊嗰啲，其實每個部門咧，我諗都老壞嘅，因為咧。呢情況咧，我有時喺一啲大企業咧，見到啊。你上市公司，你成盤數所有嘢係真係上市公司營運，跟住你都仲係有好多嘢可以話，大家都係拗下工嘅啫。咁跟住唔好去到咁盡啦。但問題澳門嘅情況咧，其實佢呢個澳門嘅上市公司，例如呢個賭場上市，係咪個上市公司直接 own 呢個賭場嘅營運咧？唔係嘅，成件事兩回事嚟嘅。佢係 own 咧呢一個賭場嘅管理公司，或者呢個賭場嘅一啲乜乜公司，佢就唔係直接 under 嘅，變咗入面個營運細節嗰啲嘢咧就唔同啊，就唔同一啲外國賭場咧，佢上嗰時佢係直接係呢間公司嘅業績啦、報表啦、所有嘢咧，就係上市公司嘅構成一部分。嗱，所以咧你見到好多，好多澳門做賭場入面高層咧，唔會係譬如喺啲上市嘅發布會啊，唔會係有啲咩出嚟講嘢啊嗰啲啊，佢倒翻轉。佢出嚟講嘢咁樣，就係嗰個上市公司，淨係個上市公司貨上市嗰個人。所以咧，大家要清楚知道，股市上面咧有兩種啊，一個上市公司直接就代表間公司，第二佢唔係代表間公司啊，賭場佢唔係直接代表嘅。咁呢度咧導致咧佢下面呢個管理公司咧，呢、這個營運公司咧，其實佢大量炒人嘅。咁你話六大嚟計，咁我相信仲有啲人情味嘅，就係、是。澳博啦，咁但系澳博，老实讲，新歌始终在天堂啊。咁你话有好多吓旧有既有嘅人，旧有嘅势力，咁有冇啲系即系啊时间？唉，时间到啦，跟住都要离场咧。咁啊，天下无不散之筵席，但系问题就系散得会唔会好睇睇咯，台长。啱嘅，唉。即係不過頭先你一講一樣嘢咧，我就有少少唔同睇法嘅。咁你話喂跟住落嚟，我你吉弟，咁我覺得唔係㗎。你凡事有個了斷，係咪啊？知道而家係即係有個結果啦。好過你之前仲有幻想啊嘛。所以我覺得今次咧就一件好事嚟嘅。即係你而家知道喂咁玩法喎，咁跟住落嚟點樣咧？咁大家咪諗自己嗰個前途係點樣咯，係咪啊？咁你又唔使再聽嗰啲邊個講話哇而家澳門好好啊唔使再聽嗰啲嘢啊嘛，因為大家知道自己個定位係點樣啊嘛。咁跟住落嚟咧，我自己覺得有個即係建議嘅，即係嗱你我哋身處喺香港啦，阿文俊就喺澳門啦，文俊有啲嘢就唔方便講嘅。我就覺得咧，如果你係澳門朋友啊，咁你真係要好現實地去面對而家呢樣嘢咯，就唔好再等或者再期望，再有啲嘅不切實際嘅幻想嚇、啊。喂，過咗而家呢個疫情咧，咁跟住咧就一天都光曬㗎啦。件事唔係咁樣嘅，以我理解嚇。咁、啊、你自己應該諗下就係喺咁嘅情況之下，譬如你做緊一份工，或者你自己修讀緊一個專業，咁呢種咁嘅即係知識呢種咁嘅技能。在個新時代入邊咧，仲即係識唔識即係去有冇用呢？如果唔係嘅話，咁需唔需要自己再去另謀出路呢？就算你話幾大年紀都好，其實你而家都要面對嗰個世界嗰種劇變咯。即係世界劇變就係你今日用做即係做緊嘅嘢，你唔好假設聽日都有即係同樣嘅需要需求喎。舉個例，譬如你揸車嘅，你做一位司機，咁你有冇諗過一樣嘢就係、是、咦？在不久的将来跟住不需要司机的车、啊、全部是可以自动驾驶的，你坐上去的车自己会走到去他即是那个目的地那里。那你想想如果出现这个情况，那个社会还需不需要你呢？即是这个是 很悲惨的一个局面来的，但是呢也是很现实的，很多工种是隨著時間，隨著時間的變化而消逝。例如以前用 call 機，咁而家就算有人用 call 機都好，仲有人用 call 機嚟噶。咁但係即係呢個係咪一個即係、就是、你可以作為一個即係、就是、中老嘅一個
行業咧冇噶。就算譬如話我哋做網台都好，我哋都啊，即係心裏邊都即係覺得，即係直覺上覺得係咁樣啦。喂，人工智能冇可能做到一個節目嘅喎，你錯啦，可能有一日人工智能都做到呢個節目嘅嚇，佢連把聲都可以用埋你嘅，咁你到其時點樣咧？即係我覺得大家係真係要諗一諗呢樣嘢咯。咁我唔知阿文俊頭先對我頭先嘅講法會唔會太悲觀咧？哎、老实讲啊，如果唔系阿台长咧，一直喺我身边咧，成日同我讲嘢开导我咧，我谂我死 Q 咗啦。嗱，你严格上嚟讲，你问阿台长，我次次有啲咩头晕身痛嘅，我只会打两个电话俾两个，一个系朗哥，一个就系台长。面对而家澳门嘅情况啊，如果唔系阿台长有时即系同我讲啊，叫我谂开啲啊，其实我真系自杀死咗次，真系。有时你见到嗰啲情况，嗰种嘅惨况，喂大佬，唔系讲笑啊嘛。咁但系你话司徒文俊，你作为一个客观嘅时事分析人，你可唔可以以一个客观嘅态度去评论而家澳门咧？咁我只要同你讲，成个澳门咧，三句说话搞掂。第一 game 分，第二 go for it， 第三咧 don't be high 啦，近排。咁你问我冇噶啦，冇其他嘢好讲啦，系咪？总之你话，你可唔可以整一个元宇宙？在入面是不可以有网上赌场，不会有任何违规的事，亦都不好有虚拟货币。你的元宇宙呢亦都要踏实，要是呢入面有仲有中药的元素。咁我告诉你，你不用问我，你看澳门就是。澳门就得㗎啦。不是，咁我觉得好失败嘅。你知唔知呀，以前呢台湾呢如果赌波呢是赌棒球嘅。是啊，真的。但今次人家都轉了，今次都賭到這個世界盃了，那你現在還是停留在十年前，那你真的澳門不賭的，那些人看足球真的看入波啊，看國球，看技術。 你要賭的，你不是拿著份報紙到樓下新哥的博彩公司買兩張飛仔算了，好嗎台長？啱啱啱啱，系啊！你话嗰啲澳门有冇打电话去波揽落住啊？同我咩咩咩，冇边有呢啲嘢？澳门从来都冇啊！你问我吓、澳门你呢个地方系一个好宁静、一个好平静城市，即系大家食下马街休咸鱼啊，食下蛋卷啊，间唔中喂，你咪去嗰啲咩福隆新街啊、十月初五街啊，即系嗰啲啊，你无线睇到嗰啲，哇！原来咧好靓噶，入边有啲好旧式嘅元素噶、嗰啲，咁你系老实讲。你整个澳门呢根本就是整个澳门都是在做博物馆来的。是不是啊，你根本就是入面的博物馆又好看，那你整个澳门都是当博物馆得的了。那至于你说、我们结尾我们补充一句的，我们很赞成这样做法的，我们绝对支持的。你问我呢，我作为一个游客、如果现在呢、今天我是活在日本、我活在、台湾那边都好啦，那你问我作为一个旅游胜地那当然好啦，老婆来到求求其买两个 LV 咪有人咯。是啊，他又不用担心你搞啲咩嘢係咪啊？唔係咯，咁第二喎，咁以後出到去好啊嘛。喂，大佬，我以前咧同人講，我馬交仔啊，澳門人啊，跟住喂人哋轉頭，你係好嘅，當你插板啦、啊。哦，即係澳門啊，咁多賭場，咁多黑社會啊，你唔係做公關就係、是、做打馬啦，唔係做打馬，即係直情係黑社會啦，係咪咁？但唔係喎，但係、出到嚟光宗耀祖。我是澳门旅游城市入面的一员来的、你是研究些什么、人家当我学者啊嘛、喂你问我你第一出到来你不想咩？好像台长这样出到来人家个个是、台长先生 你觉得我不想叫文俊先生这样的以后还有人叫文俊哥啊屌你回去含啦以后就啱啊好像大陆的读者这样哎我叫咩司徒老师是不是文俊老师你不要好像我这样我真的失勾败的走去大学做客席讲师屌你大学的人都叫你不是叫司徒 Sir 啊叫你俊哥啊你含啦真的哎我说啱啦澳门都好啊一片向好啦台长。咁啊，今次唔讲啦，再讲咧，我自己都变完宇宙分裂啦。咁下次翻嚟啊，下次翻嚟。
今日嚟到呢個火之神啊，咁啊阿朗哥啊特登為我煮咗你嘅係咪叫台長嘅呢個牛扒咧？我台長西洋牛扒。嗱、啊，咁我要介紹下呢、這個即係菜式有咩特別之處啊？第一樣嘢，單手可以食嘅，唉，單手都可以食呢個咁滑嘅牛柳，咁西洋牛扒。咁跟住又出邊有得嚟虎蝦啦，仲有啲味蛋咧，係牛奶啊，非常非常之滑，冇完全冇澱粉質嘅。咁咧就除咗呢個之外咧，仲有面豉湯啦。咁啲味菜咧真係非常非常非常之美味啊！所以大家嚟緊跟住落嚟啊，一定要點啲味，台長西冷牛扒啊！多謝大家支持朗哥。同埋支持梁錦祥風味室同埋佢嘅節目，多謝大家。大家記得訂閱同埋支持司徒文俊頻道啊！